民国奇女子，倾国之姿百年难一见，于陵三杰之一是太医赵翼翟。赵翼翟出生于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，这位风华绝代的大小姐爱上了张学良，愿意没名没分陪伴少帅度过几十年的幽禁生涯，用一生来衡量自己对爱情的忠贞。两人的爱情故事堪称二十世纪的爱情神话。二圣爱一圣爱一，上海滩资本家盛宣怀的妻女儿，闻名整个上海滩。盛爱一聪慧，见多识广，精通英文等。他和宋子文的爱情情仇尽显个性，在中国第一桩女权案中大显风采，敢爱敢恨的性情不失为旧上海的一个传奇。三，殷明珠。殷明珠，民国电影界的花旦，出落的楚楚动人，鹅蛋形的脸庞，凤眼睛亮有神，齐长的身姿，洋气十足，人们称其为 FF 女士，成为殷明珠的代言词，闻名于上海，成为上海滩女明星第一人，中国电影界也开始由女性担任女主角。四，刘喜辉。刘喜辉原名刘志浩，当时的女伶三杰之一，原本出身官宦之家，因祖父仗义直言得罪了朝廷，导致家道衰落。刘喜辉长得漂亮，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，出道不久就瞬间走红，连袁世凯、黎元洪等人都对家人垂涎三尺，多次单独邀请他出演均被其拒绝。刘喜辉京剧技艺十分的高超，在舞台上绰约多姿，顾盼生怜，令人如痴如醉，可与当时京剧泰山北斗的谭鑫培、杨小龙媲美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